有粉丝投稿，当磁力姑吸走独臂扶梯僵尸的扶梯，扶梯僵尸会重新长出手臂，答案是这样的吗？那有粉丝投稿，当魅惑僵尸和僵尸相遇时，他们一开始会假装打架。假装打架吗？那在他们相遇时放一个大蒜进行测试。我操，无情。果然魅惑僵尸和僵尸分开了，又 get 到新的知识点了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有粉丝投稿，当矿工僵尸、海豚僵尸、潜水僵尸通过扶梯时，会发生很诡异的事情。很诡异的事情吗？那开始测试吧。哎呀呀呀，闹鬼了，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。